标题网友偶遇李晨，路人镜头下的李晨可爱又帅气，满脸微笑，状态好。近日网友在某机场偶遇了李晨，看到偶像后这位网友也是非常激动，要求和李晨合照的时候，李晨也是非常亲切地答应了这女网友。随后这位女网友在网上也晒出了两人在机场中的合照，能和这么大的明星亲密合影也引起了其他网友的羡慕。从她晒出的照片来看，李晨穿着一件褐色复古上衣，戴着黑色墨镜，看上去非常的酷又非常时尚。这位女网友看上去也是非常开心，她双手比了剪刀手，激动地和偶像合照，同时她还发文：李晨真人好高好帅，一点都不摆明星架子，求合影就很随和地答应了，开心的飞起。其实李晨的和他合影的当他刚刚参加完一场厦门马拉松活动，李晨作为这次的代言人也在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，而且李晨也跟参赛者跑了一段。不过从这位网友晒出的照片来看，李晨的状态非常好，一点都没有疲惫的感觉。其实李晨2018年过得也不算太顺利，因为女友范冰冰的关系，李晨也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甚至网传两人因此分手了。不过李晨和范冰冰也表示不会分手，前些日子李晨也被拍到，不过那个时候的李晨满脸的疲惫，而且看上去脸上有明显的浮肿，和现在的状态差距很大，从女网友的爆照可以看到出来。李晨生活中是非常谦和的一个人，